陸經濟唔好，人民幣貶值，揸住人民幣資產嘅人咧會驚嘅嚇。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一唔掂咧，大陸啲人就走得出就走，走唔出就買金買資產嚇。咁咧就變咗咧就即係香港雖然經濟唔好，實體經濟唔好，但係資金泛濫嘅情況下咧，一啲資產價格都仲係會上升嘅。咁地產入面咧，我自己睇咁多範咧，啊，而家企得最穩嘅咧，其實係寫字樓，啊，因為好多大陸公司落嚟，佢都仲要租寫字樓。而家寫字樓嘅租金基本上係企住嘅，住宅租金開始滑落，價格亦都開始滑落，鋪咧就跌得仲勁。跌咗成兩三成起碼租金嚇，價格咧遲啲都要反映租金㗎啦。而家係成交少，遲啲我相信仲係要落嚇。當然工業都係賴住寫字樓，因為而家冇乜工業㗎啦。咁住一般人關注嘅咧，主要係住宅為主啊嘛。佢哋自己住開佢哋嘅資產喺住宅度嚇。咁如果話，住宅咧，如果你睇中原城市指數咧，其實係已經喺九月份開始回落，初初回落你都話啊可能會彈翻，但係而家已經跌超過7% 㗎啦，從個高位有5% 以上嘅回落咧，係已經係一個訊息係傳俾市場㗎啦。咁我自己睇咧，我接觸大部分人都確認個市係轉勢㗎啦，包括連啲地產經紀嚇，佢哋啊基於自己利益天生係睇好嗰啲人嚟㗎嘛嚇，連睇好嗰啲人都開始睇差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認為即係嗰個勢頭咧係已經轉變㗎啦。咁喺呢種情況下咧，我相信嚟緊嘅投資意欲係會降低嘅。雖然樓咧會有剛需，即係會有實際需要，但樓咧係一種投資性產品，唔係消耗性產品。消耗性產品平咗，實有人買嘅嚇。但係如果你係投資性嘅產品，買嚟蝕喎，邊個想買嚟蝕啊？嚇！咁如果買咗嚟食咗佢嘅好味道嘅，咁咪平咪食咗佢咯嚇。買咗嚟擠喺度喎，哇！睇住佢跌眼冤嘅喎嚇。咁所以咧就我自己發覺咧，呢段日子經紀真係好辛苦，所以個市係我自己睇會落嚇，落到咩程度咧？住宅大概落到中原城市指數120點左右啦，因為嗰個位徘徊好長時間，應該。即係大概都即係舊年跌咗成7% 到，我話高位跌落嚟大概15% 到嚇，咁而家就10% 左右就會有機會企翻住嚇。咁企翻住係唔係見底回升咧？我都唔夠膽講，即係企翻住再睇睇一啲新嘅形勢嚇。咁依家嚟講咧，基本上我認為係謹慎啲嚇。你真係因為琴日先有個朋友問我買唔買得過嚇，咁我話投資真係未必買得過，即係呢個時刻咧係收割期。即係如果你以前投咗咧，就應該收割嚇；如果你以前借太多嘅咧，係應該係相對降低嗰個借貸比例。避免市逆轉嘅時候冇得守啊嘛，嚇！咁當然啲我台下都好多我哋 sales， 哇先生你唔好嚇啲我哋啲客先得噶，佢哋要買嘢我先有得生活噶嚇。不過你又唔使驚，我頭先話好多錢噶嘛，嚇好多錢佢哋諗下諗下都冇乜好買又幫襯你噶啦。咁所以仲係你睇咁多人嚟聽嘅。如果市唔好啊，冇人聽啊，死心噶啦嘛！即係而家未死心嘅，好多人都嚇。咁有啲人真係等咗好耐噶嘛。即係因為實際上之前升得快，
好多人都試過睇一睇，翻去諗一諗，翻出嚟就冇咗啦。咁佢其實呢幾年嘅教訓就係唔好諗咁多，諗多就買唔到嚇。咁所以如果個市跌翻落嚟，佢以前睺開啲位咧，就會有人都買翻啲嘅，所以個市就會靜，但靜唔曬。咁加上已經靜咗好耐，我自己估計農曆年後咧就會有一個小陽春，但嗰個小陽春係表現喺交投上，就唔係表現喺價格上。當跌咗一輪，個價企翻穩啲，嚇、交投會上升嘅。住宅就咁嘅情況啦，嚇、咁鋪位咧就真係壓力好大。頭先話啊 ，coach 走咗。Adidas 接手，係啊，不過唔知咩租金啫嚇，爭緊一大橛啊嘛嚇，咁、變咗你嘅租金下跌，嚟緊嘅租金前景其實有啲人哇，銅鑼灣尖沙咀都有吉鋪喎，唔使驚，遲早實租得出嘅嚇。點解遲早實租得出？呢啲係好位嚟噶嘛，有生意噶嘛，只不過係個業主。仲係回味以前嘅高租啊嘛，而家就即係啲大嘅名牌唔會再加旗艦店㗎啦，換位或者會有啊，咁所以佢哋再想租翻以前嘅租金係冇㗎啦。咁邊個認命先咪租俾一啲普通嘅香港本地需求嘅客咯？所以租金會跌幾多咧？你睇翻以前租金升咗幾多？唔係升一倍啊，升兩倍、三倍都有嘅嚇。咁由兩倍、三倍，佢咪會回翻落嚟一個合理啲嘅水平。雖然就唔會去翻以前嘅水平，但係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跌幅。我認為，如果老實講咧，租金嘅跌幅咧都未曾完全可以叫見底，即係要香港嘅零售業。逐步回穩先，而家呢一刻仲係個個月嘅數字出嚟都未曾好啊！咁去到某啲位企得住啦，租金企得住啦，啲人就可以根據租金嘅回報推論翻嘅價錢，同埋你嗰個利息上升咧，普通人對回報嘅期望係會增加嘅。以前呢半兩厘都殺，哇！銀行加完息，哇！咁租即係。租煩好多噶嘛，有時要空置，有時要傾租約，又要俾免租期，所以鋪咧而家其實係，除非你有啲筍盤嗱，揀靚位啊、筍盤啊，依家可以留意，但整體嚟講嗰個係唔係話以前眯埋眼哪一個都賺嚇。咁、至於寫字樓，頭先講主要會靠大陸客，同埋靠而家我哋嗰、那個。即係香港能唔能夠捕捉到嚇、即係做內地生意，但而家年青人唔中意做內地生意。哇！你做大陸老生意，你賣港啊！佢話你嚇，咁咧就實際上你而家唔做內地生意咧，其實係你近嘅唔做，做遠嘅大嘅唔做，做細嘅咧你自己吃虧。但係香港咧而家係有股咁嘅趨勢。咁所以我哋食唔盡，但食唔盡呢，因為嗰邊滿到寫嘛，多多少少都分到杯羹，但分得會少過以前。但整體呢，寫字樓啊、工貿樓啊，都仲係好過住宅同埋鋪位嚇。咁呢個係大體情況。咁頭先我話供求都簡單講啦，供應期係增加嘅，而家去到今年我估計有成萬八，政府話有二萬。啊、即係落成咧，可能萬八到、啊、新嘅可以賣得嘅啊，睇發展商開唔開盤啦。但即使係萬八，都多過曾蔭權年代得八千、啊、其實係多咗成倍啊。咁多咗之後咧，嗰、那個供求失衡嘅情況就會減少，價格谷高嘅機會咧亦都降低。當你供應多嘅時候，你就要銷售。嘅對象一定要闊、啊、以前少你咪揀幾個最 top 嗰啲人買咪得咯，而家多咗成倍喎、哦，發展商唔睺嗰啲客，而家都要睺喎，
啊、以前我同啲大學生話：，嘿，嗰啲發展商啊，正式地產霸權都唔考慮下我啲日息。我話佢梗係唔考慮你啊嘛。咁有人俾得起多過你，佢使乜考慮你啊？嚇、啊！咁你呢個社會係好殘酷噶嘛？有第二個客俾到錢，佢梗係唔睺你啦。不過我驚遲啲咧，供應多啦，你銷售嘅對象闊啦。銷售嘅對象闊咧時候，你要嗰啲以前唔睺嘅收入低嘅，你都要睺埋。收埋就要因應佢嘅能力，所以咧就量多價一定跌嘅、啊、有啲即係反對派嘅，冇用嘅，量多供應多都冇用，係好有用嘅，即係除非你完全蔑視經濟個規律啦，供應一多、啊、發展商都唔夠膽租質你啊，遲啲一定係。啊，唔會好似以前咁高鬥噶啦嚇！你喺市差嘅時候，哇，有叉燒包食嚇、啊，有雞翼攞嚇，仲、啊、有明星唱歌嚇，咁啊呢、這個必然噶啦嚇，即係嚟緊咧，政府雖然受到好多制約，但係地喺佢手，慢啲嘅啫，陸續供應增加，所以年青嗰代未買到樓嘅。陸續機會會嚟嘅。